很胖，很胖，你看你的模特多么肥美！我要下班嘞，你要跟我回家吗？车子还我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去隔壁的车车好不好？好吗？谢啦。可以把车子还我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去隔壁的车车好不好？好吗？谢啦。那我们去买猫罐头来喂它，好可爱哦。
好嘞。